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正熙，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，请学长学姐们指教。以上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，顺利进入舞社离不开陪我练舞的朋友们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朋友，就是这条项链，它是一个跳着芭蕾舞的小人。对于我来说，它就是一个舞蹈的象征，非常有意义。包括我参加的最大的一个比赛，拿到全国总冠军，也是全程佩戴着它的。就是在这里交到很多朋友，然后和大家一起完成好的舞台作品。另外就是我希望自己的身体素质能够再上一个层次。拉钩，盖个章。我是毛正熙，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。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一瑜，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，请学长学姐们指教。It's me just seeing Nobby. If they test me, it's sorry. Right, it's unlike a Holly, the Pope of Venice for Robbie. If he hanging, we banging. Phone ringing, he slanging. If they carry your key night, but get the mic, cause they're singing. On.顺利进入舞社，离不开陪我练舞的朋友们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的小物品，就是这条戒指项链，它见证了我从舞蹈零基础到现在的进步过程，已经陪伴了我快三年了。希望在舞社它也能给我带来好运。我希望可以跳一次爵士，挑战一下 girl style 的自己。给你们拉钩，盖章。我是乔一瑜，选择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，希望能和学长学姐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宋笑阳洋洋，很高兴通过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，请学长学姐们多指教。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位朋友，就是 A， 是一款香水，就是每当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有力量。我想要学 swag， 然后 popping， 然后想要交更多的朋友，让自己天天开心快乐。我是宋襄阳，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，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更了不起的舞者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丽佳，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，请学姐学长们多多指教。反复的时间太无味，疑惑的口吻让我们胆怯了以为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位是我的老朋友，他是陪伴了我很多年的护膝，因为每一次我去练舞的时候，我的粉丝们都万般的叮嘱我一定要把他带到身边，所以他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。我希望我可以在舞社里面学习一门新的舞种。我是唐丽佳，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事情，希望今后我可以跟学姐学长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桃子，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，请学长学姐们指教。顺利进入舞社，离不开支持我的朋友们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朋友，当当当当，弹力带。平时多拉，然后会让你的肌肉线条变得更好，然后让你的舞蹈会有更有形体。对，我要向我喜欢的选手学会画画，拉个钩吧，盖个章。我是桃子，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，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。拜拜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木南，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，请学长学姐们指教。人全勾勒成指纹，印在我的嘴唇，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朋友，就是这把国风的扇子。因为在进入舞社之前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研究国风，所以我这次把它带来，希望它可以陪伴我跳舞，然后给我很多自信。我希望来到舞社之后，我可以学习一个新的舞种，就是 swag， 拉个钩，盖章。我是王木南，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，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君馨 Gracy， 很高兴这一次可以通过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就是我入社的才艺展示，希望学长学姐们多多指教。顺利进入了舞社，我就带了一个好朋友，介绍给大家看一下。他就是我粉丝帮我做的一个演唱会的一个画，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这样的演唱会，一个秀。我希望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学习跳舞，跟很了不起的舞者还有排舞师交流，也希望一天以舞者的身份也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还有 respect。 拉钩盖章，我是王君馨，成为舞者是我做过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希望以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花木兰瑞蜜王新蕊，很开心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，请学长学姐们请指教。Burn up, it's my play day， 不知道闭嘴 go play， 魔都大地回归，不加不留干干脆脆。我的胸我的地我的肩我的每二 day， it's my play day， 这个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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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配配。以上是我的才艺展示。顺利进入了不起舞社，离不开我练习的朋友们。我的呢是一双袜子，因为我之前是跳拉丁舞的，小腿有受过伤，所以会时常的就是肌肉会疼痛，所以我会穿这种袜子去练舞，每一次练舞也离不开它，我很珍贵。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入社 flag， 因为很多时候都在练习，所以我希望我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，该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，让我们拉钩盖章。我是花木兰瑞蜜王新蕊，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，希望今后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，拜拜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泡泡王淑颖，很高兴通过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是我的才艺展示，请学姐学长们指教。顺利进入舞社，离不开陪我练舞的朋友们。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朋友，这件呢是我们学校社团的社服，这件衣服也见证了我许许多多的快乐和成长，每一次看到它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光荣和了不起。我想要尝试一次国风，拉钩盖章。我是跑跑王淑颖，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，希望以后可以和学姐学长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卫星 ，A.K.A. 重庆火锅小霸王，很高兴能够通过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。以下是我的才艺展示，请学长学姐们指教。
以上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，顺利进入舞社离不开陪我练舞的朋友们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个法宝吧，就是口红。我今天就象征性的穿了一件被口红染色的衣服来代表它一下。口红对于我来说是自信的具象化，当然希望通过我的努力，以后能离开口红也能自信的展示自己。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入社 flag， 希望在以后大家提到卫星这个人的时候，都会想起他好像是一个跳舞还不错的人。就这样，我是卫星，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，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。拜拜。